崔国杰，第五位是何秀兰，我们请徐秋荣女士在不在？潘总，那我们会长代表帮两位。虽然没有得奖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喜欢唱歌的男的唱的身体健康，女的呢越唱越年轻美丽。非常谢谢各位优胜的。紧张的时刻到了，我们乙组第三名是郑基生，郑前会长，来颁发第三名。第三名是梁继胜。谢谢。我们乙组第二名李月兰，请林桂香老师来帮我们颁第二名。第一名就是四号雷英啊。恭喜李月兰。我们第一名，乙组第一名，雷英。请梅一端，财务部的梅一端总经理帮我们颁奖，好不好？好，所有的赞助人留步哈，我们请乙组的朋友站在舞台的这个地方好不好？我们下面一起来照相，哎，那我们的甲组的朋友。